你们的人怎么不见了？这是！不好，有埋伏，快撤！ 宗主，宗主，先生，你以为凭着独云阵就能拦住我独宗宫是不成？哼！独宗宗主口气倒是不小。 万仙门实力居然如此强劲，看来今日这场大战注定要凶险非常。蝎闭眼呢？把那老家伙也叫出来吧，不然的话，今日这万仙门可就要被我独宗吞并了。哼，天都女，才短短一年未见，你倒是越来越嚣张了。我万仙门可不比那些寻常势力。 想要吞下我们，就不怕被撑死？而且，蝎老可是出云帝国成名已久的强者，你这小辈想要直接挑战他，还差点资格。是吗？啊！ 不错，竟能接下本宗一击。看来为了对付我，你们万仙门花了不少心思。但今日蝎闭眼不出，你们万仙门难逃此劫，千换夺权。 这人想必就是蝎闭炎了。看着老家伙的气息，已经达到四星斗宗巅峰了。机缘巧合下，便能突破到五星斗宗。等此劫失了，也该寻找新的异火来提升实力了。不然每次都要拼尽所有，才能与斗宗强者战斗。年轻人，没想到当初一战过后。 你居然还能将出云帝国那么多势力清理掉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只要将你收拾掉，这出云帝国以后就是万仙门的天下了，省去我折腾的时间。哼，那要看你这老家伙有没有这个能耐。独宗吴老，结阵，蝎闭炎交给我。
原来那间不是一个，而是五个。 门的鹰，拖拖，拦住他们！走，走得了吗？ 是你万仙门出了叛徒，恐怕你的手段比我还狠十倍。无恙，我待你们不薄，你们在毒宗更是位高权重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背叛我。嘿嘿，我们本就是万仙门的人，何来背叛之说？所以，昨夜那蜈蚣就是你放的。原来是你，小子，万仙门与毒宗之间的争斗，你还没有资格掺和。 劝你不要引火烧身。如今毒宗只剩四位斗皇，万仙门加上叛变的三人，却有八位。上次匆匆交手，胜负未分，今日便让老夫试一下，你这小辈究竟有何资格称霸朱云帝国？那便来试试。你们小心点。 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，那只能怪你们命不好了。不过是一星斗皇，刚才若不是毒宗宗主相助，你真当自己能接住我们五人合击吗？哼，天火三玄变！ 提升了实力，我们脱胎于人才，虚弱下来再与他性命不迟。哼！法起风！难怪会被天毒女侵而压阵。 果然不是庸手，到你了。嗯，那是，不能再拖了。
斩印。鼠辈的勾当，晚辈言萧，邪山门主如此看重，那便牢记在心吧。我记住了，今日不管是你还是独宗，都难逃一死。可是六具魔兽啊，他怎么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这可是血老费好大力气才收服的魔兽，今日出山就拿你祭旗。嚣张吗？邪山门主，看来你这正宗魔兽有些不太正宗呀。混账东西，现在嚣张只会让你的下场更凄惨。好吵，可惜现在局势明显对我们有利。可恶，本来我们斗皇数量占优的，竟被这小子除掉两名斗皇，又把我拖住，现在事情完全倒过来了。邪山门主这种时候可不能分神，一不小心可就步了无涯的后尘。想妹，不劳你费心。
雪山，快召唤那人。来了，外线门还有一名斗宗。什么？居然还是一名斗宗强者。天毒女，没想到吧，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谢碧眼，没想到你竟奈何不了他。铁护法，这毒宗宗主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今日这场大战对我万邪门异常重要，所以不得不请铁护法出手相助。要本护法出手自然没问题，不过报酬你也应该知道吧。铁护法请放心，你所需要的到时定会如数奉上。是你？我们本来能合作得很好，可惜你没有把握住机会，甚至还破坏合作，我只能另寻伙伴了。可惜你选错了人。铁护法，这天毒女我来拖住，那小子很棘手，先去收他的灵魂。是吗？那行吧。小子，劝阁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……否则，你又能怎样？看来阁下是打定主意要插手。他交给我吧。嗯，小心点，我将仙山收拾了就来助你。嗯，放心，不会让他跑掉的。好狂妄的女人，斗宗强者在我魂殿眼中可算不了什么。希望你日后不会因为这个决定而后悔。你们魂殿的人总喜欢说这种无谓的话。你还遇见过魂殿的其他人？少废话！本护法倒要看看你有没有狂妄的资格。原来你也留了后手。彼此而已。高兴得太早了，老夫修炼这么多年，不信连你一个小辈都收拾不了。血魔仙皇，老夫当年进入斗宗时，有幸获得一头即将进入斗宗的血魔仙皇灵魂体，一直封印在体内炼化。今日便让你第一个试试我万邪门血魂诀大成后的威力。天毒女，就来当我血魂诀大成后的第一个祭品吧。对得起你这把老骨头了。
体果然棘手，连结界内的天地能量都被其污染，让我无法吸收。你可知道，厄难毒体每彻底解开一次，就离死亡更近一步。你想要和老夫拼命，老夫奉陪便是。给我出来！仙竟然被逼到再次解开厄难毒体的封印了，不知道他这样还能坚持多久，我必须速战速决，尽快帮赞灵拿下魂殿之人。仙山门主是在找我吗？你已无路可跑了，还不投降？仙山门主，今日你怕是没有机会见到万仙的大圣了。八极风，门主死了！消耗可不小。哎呀！
裂了，不知道小医仙在里面怎么样了，还是先帮彩铃解决魂殿的人。
小子怎么会翻海印？难道是古族之人？真是倒霉。算了，今天先撤，再打下去就会惹火烧身。抓住他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我来。该死，刚才施展秘法消耗太甚了。这家伙伤势太重，几乎没有什么反抗之力了，比那雾护法好收拾得多。终于抓到这家伙了！你们敢杀我，魂殿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放心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想问你。先让他在里面待着，等这里的事解决之后，再好好盘问一下魂殿的消息。小鱼仙，仙老怪，你这血魂诀并没有我想象中那般厉害啊。有何好嚣张的？若是没有这恶难毒体，凭你这般年纪，连与老夫对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只有失败者才会找借口。不要着急得意，恶难毒体每一次爆发都会令你离彻底失控更进一步。看你这模样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进入那般地步了吧。小医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魂殿那个家伙收拾掉了。看来你解决不掉他，需要我出手吗？不必了，我已将恶难毒血打入他体内，今日他难逃一死。真没想到啊，铁护法竟然也败在了你们手中。不过你们竟敢对他动手，日后怕是要不得安宁了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万邪门门主已死，你快去陪他吧。啊！结束了，血老怪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不可能抵御住恶难毒血的侵蚀。所以，再见了。恶难毒体。果然恐怖，老夫今日的确难逃一劫，不过你们也要付出血一般的代价。快退，他想要自爆。小心！
那么在意他，他要是死了，你一定会更痛苦吧。